锵锵三人行，哎，我这个不懂球的今天又得谈谈球了，因为它实在已经成了个公共新闻事件啊。广州恒大淘宝队，哎，我觉得这淘宝这名字安在足球队名字身上老让我想起是一帮女的在踢球。中国淘宝队，淘宝队，淘宝队，哎，勇夺亚冠，这喜事啊。但是你看这个真有意思，我觉得近些年呢，这个有好几件事儿都是这样，就是那种啊，哎，一好了就变坏，就是他老是不能让人痛痛快快的去赞美你，老是整出点。你比如说咱就说的那个票房冠军《捉妖记》，对对对，哎，很好的嘛，这么好的成绩，电影也很好，电影创了一个记录，对吧？这《捉妖记》，结果呢，非到最后狗尾续貂，搞点假票房，你有什么？最后还是没超过速七，差一点点。真的吗？当时不是说已经、哎、没有没有，结果统计数字出来，速七还是中国的票房第一位，加上幽灵场，也没加上出来也没超过，他是国内冠军，哦、对，就是国产片冠军，没问题了。哦，但是要本来是想超过速七，要成为所有的冠军，就在中国的所有的电影，速七现在还是第一名。所以呢，我是说类似的这个转折也发生在这个恒大的这个淘宝队，淘宝队，这淘宝队呢。你得了冠军，但是突然间新华社哎发出的这个文章啊，说中国足球更需要契约精神，拿世俱杯更蒙羞。就是说你这个恒大人家发了声明了，就本来这个球衣上要穿这个赞助商，据媒体报道，我在这，你知道多少钱吗？东风日产这个启辰买断了，因为这是他的一个广告的一个策略，上一次非常成功，因为上一次他们在决赛夜夸换上了恒大冰泉，所以一下子恒大冰泉这个名声特别大，起到了很好的广告作用。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没卖出去，是属于你的这个胸前广告牌，但是从2014年2月17号开始，人东风说是据媒体披露啊，赞助金额高达每年1亿1000万人民币，1亿多人民币，创下了国内体育商业赞助的记录。可是在最后的这个决赛上，他们突然换成了恒大人寿。人家就说了，有的网友就说，你这个恒大人寿，你最要以诚信做保的这么一个品牌，却干了一个违反契约精神的事情。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广告的目的就是让人知道，所以现在这样一吵一吵啊，一打官司啊，更知名度大家都高，人寿双赢，你说对，人寿也很多人记住了，东风日产啊比他那个广告还厉害，现在大家都记住了东风日产这款新车，接下来这个打官司还会打一阵，上这个版面的机会会更多。可是看你要付出代价嘛，假如这种官司的话打下来要赔偿嘛，假如你违反了合约精神，所以像文涛刚说什么，往往好的事情啊，后来就出了总是那个乱七八糟的事情。我觉得从正面看嘛，从正面看不错啊。以前我感觉以前都习以为常，现在出现不表示以前没有，是以前有了，大家 I don't care， 我根本不管，或者管了没人报。我说爆了出来好了，大家不打官司，就大家把它谈一谈就没事，就解决了。我觉得这样很好啊，这样因为我们看到以前香港也是这样，一个一个这样官司啊，原来让我们学懂了什么叫法治精神，什么叫契约精神。我们从正面看嘛，以前一定有的嘛，以前可能更荒唐，可是没爆出来而已啊。他这个就是说呀，好像就是之前有跟东风方面说过他们想换，但是这里边涉及到这个违约条款，人家没同意，没同意。后来徐老师掌握点八卦是吗？他谈了很久了，他就是说他想撤，然后他们肯定，我猜哈，那下面这帮人啊肯定算过账，就是说他比方说最坏我们要赔多少，可那个人寿进来那天晚上他收入是多少。他也许算算他可能不赔或者甚至还有多，所以那就打吧。不过你说的对，这个契约精神吧，这个在中国也是个新东西，而且呢还是新东西。还是新东西。那我们现在还是新东西。还是新东西。因为中国过去还是强调身份嘛，中国现在很多事情还是强调身份，不是强调契约的。不过我总觉得这个恒大还挺好的，因为俱乐部队啊这种比赛啊，他拉动了一批粉丝啊，
他们跑东跑西，这一场是在广州啊，他的票价最贵啊，超过那个巴萨皇马的这场，他的最这两场球是同一个是晚上八点，一个是半夜一点，这是后面那场是全球关注，全球有多少亿的人看，但是最贵的票没有恒大的票贵，恒大39000多啊，人民币39000多一张票，我不知道马云是不是买的这场，但是他是真的，而且哈、啊、上一场在中东踢啊，整整一大看台全是中国的恒大的球迷，你想他们都是坐飞机跑到那里去捧场的，所以俱乐部的铁杆粉丝哈、啊、是这种联赛职业联赛的基础，很好的、哎、我看那个微博上好像还有一个土豪，就是花了30000多买票去、嗯、但是你知道他说他的目的是什么、嗯、为了就近看马云和许家印他是马云和许家印的粉丝所以哎，真的这成了一景，你可以看看这一段，咱们就不用花30000多也能看马云笑得很开心，我蛮喜欢马云的、嗯、他最近这一两年常来香港，喜欢他除了因为他姓马、啊、还有他你也姓马，对、嗯、他那个、啊、对啊，我准备把我户籍改在杭州、啊、嗯，跟他你们俩加起来就姓冯，是冯小刚是、啊、然后那个呢，他懂得笑，他是我注意到的很小的中国的土豪级了，企业家型，懂得笑，有感情，我觉得他是活生生的人，我不晓得别人都是死人啊，可能偏见吧，不是喜人，是不敢不敢表现他是活生生的人。我看到中国的企业家每次一在公众场合呢，都是那个嘛，都很谨慎嘛，因为你讲错任何一句话、嗯、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或者说过一天就人间蒸发这样。你觉得马云在香港还骂过李嘉诚的呢，他说李嘉诚什么大概的我忘了，靠边站之类的，再说是我们的年代，骂完再道歉嘛、嗯、啊，是吧、嗯、那也是敢爱敢了敢恨啊，香港哪个企业家敢骂李嘉诚啊，给我们出口气啊，对是我们香港码头工人敢造李嘉诚的反啊，是吧，对，哎，我就说你像这个这次比赛啊，大家就在说前一阵这个国家队对香港队，嗯，哎，徐老师你是球迷了，他为什么搞这个俱乐部他就这么牛了呢，为什么这个国家队，哎，就与此同时你刚才看见蔡振华了吗，蔡振华这次给骂惨了啊、嗯、骂惨了，然后他们就在说这个时机，就刚巧在这个恒大淘宝队比赛决赛的时候，中国足协发那么一个道歉的长文呢，几千字，里边说了半天，大家觉得不太诚恳，你觉得呢，这个俱乐部队面很多外援呢，它里面相当部分的是外国球员，踢进球的都是外国球员，啊，有韩国人，有南美的运动员，这是一个实际的技术原因。另外，我刚才话没讲完，就是俱乐部队的比赛啊，其实是一个社会帮助一个社会安定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你看美国那些男的工作也那么辛苦，社会也那么多问题，医疗也这么差，可他们不造反的原因就是他们礼拜天啊都到球场去了，而且他们一定爱自己的这个地方，爱得不得了，橄榄球、冰球、棒球、 NBA， 而且票价都那么贵，就是男人呢、啊、到了礼拜天礼拜六啊全部定期的吸引到什么，中国的足球虽然踢得不怎么样，但是这个足球据说市场很大了、嗯、这个俱乐部队市场已经非常大了、哎、就是说他的钱啊已经远远比这些踢，你别看踢足俱乐部队的这些运动员啊钱啊比奥运拿金牌的运动员钱都多了，对，而且像英国哈、啊，他不仅是周末跑去运动场球场，重点是他跑去发泄嘛，对，跑去把他的那个暴力、语言暴力、身体暴力出来，所以他们叫做周末流氓啊。平常不仅是工人，有些还是白领的，他们非常期待周末，到了礼拜五晚上已经在谈了，甚至讲好我们这个周末要打谁，找个什么机会要起哄打起来的。
然后好了，当了两天的流氓之后，礼拜一又很斯文的穿上对良民跟然后穿上良民回来谈的还是刚才那昨天那个球赛，老板啊不喜欢看球也要去看，你以为这些老板真的喜欢吗？不是，他要怎么来说汇聚民心啊，你知道他你要是不看的话，你跟那下面员工没法沟通，所以美国有很多人橄榄球本来不喜欢的，也被迫去看，就是为了社交话题。哦，中国渐渐，因为中国渐渐也要建立这么，现在本来中国寄希望于乒乓球，跟乒乓球这个联赛，这个都是最不爱，对不对？对，所以我最近也是比较集中的看了很多那个大婆打小三的视频，主要是为了今天见到马家辉，跟他有的聊，又没有共同语言。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刚才这个家辉讲到这个契约啊，我看他有些人把这个事儿啊看得很重啊，就胸前广告门。你看是什么让恒大敢于一而再再而三的违反赞助合同，背叛忠心耿耿的赞助商呢？在东风日产那条声明下面似乎已经有了答案。众多恒大拥护者们认为，只要恒大支付了违约金，临阵换个赞助商又能怎么样呢？甚至有人放言，东风日产不想赞助，想赞助的大有人在。但这种想法真的是大错特错。有资深体育评论员肯定地指出，恒大的这种行为如果发生在极为重视契约与信誉的欧洲，那他们将永远无法迎来新的赞助商。阿布敢在切尔西打欧冠决赛的时候把三星换成自己旗下的企业吗？对，这是重点了。因为不仅是看这一次的事情嘛，因为那个契约精神往往是后面，当你没有这种精神的话，你后面没人敢来投资嘛。我买了你某个时段某个广告的那个，完全是没办法来计算那个收获，就资本主义最核心的部分。其实契约精神呢、徐老师说的对我也是比较陌生的，我比较熟悉的就是草莽精神。你看咱们这个改革开放三十年，我见到的很多企业家，老实说我很佩服他们，但是我更佩服，我经常跟人说，我说这个草莽英雄，他身上有一种草莽。什么叫草莽精神啊？哎，你往某种程度上讲啊，就是我说的这个，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你知道什么叫契约精神？契约精神就是说呀，你得吃亏。契约精神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就得克制你的贪心。对呀，就差这一哆嗦了，很多人啊就可以说我赔完了吗？就那，但是我这个战略目的是更重要的。我跟你说，我自己都觉得我签过的很多合约废纸一张了，因为彼此都知道，真要干什么的时候，哎，战略目标最重要的事情，其他的事情该赔就赔你嘛，对吗？但是，就是我觉得所谓草莽精神和契约精神的对立，就是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你知道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有的时候就是一种输打赢要的精神。没有，重点是草莽精神有另一要成立的话，一定有另外的条件，是说我根本可以不赔。其实草莽精神啊，你刚说好我就干到底，我顶大不了赔你。可是我们看到很多的草莽精神，它最后总有一些方法，你看到是草莽一那个方面而已，其实有流氓的那个方面，他根本不赔啊，他可能打个电话或者说用其他的方法，他不用赔啊。褒义词就是草莽精神，贬义词就是流氓精神。其实契约的对面是身份，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的最核心就是身份到契约。身份就是说以前的人，就是关键是你是谁，你父母亲是谁，你是什么位置，这个是最重要的。现代社会呢，你连什么国家的人都可以宣誓改变，契约能改变你的国籍，改变你的婚姻，什么东西都是靠契约，就靠你的自由意志。中国有很多人，我相信包括很多恒大的粉丝到现在
他们认为恒大现在是国民英雄，搞得定，你个东风日产算什么？哎，你看，我就想起，就有的时候你还真的说，你像我们香港凤凰卫视，我们就是一个这个内地人士和香港人士合作的这么一个台，我觉得各发挥优势，但是不是说互相没有看法？你看，有的时候你看，要是大陆人就会觉得。这个香港人呐、啊，你这个血就不热，你就没有热血。这么重要的一个节目，对吧？你非得说，哎，咱们这个预算呐、啊、是多少，跟谁签了合约是多少，什么这些条条框框、教条主义，对吧？错失良机。你看，很多时候反而是我们内地同事就觉得，这家打破一切规范，什么没有预算，没钱借钱也得把这事儿给办了。你看，他有的时候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可是两个不冲突嘛。当我们讲到契约精神哈，我当然要替香港人说点话哈。就是说其实有一个时间的概念在里面。你永远不知道哈，我草莽，我这次打破了，用我各种的手段我成功了，然后我再来再来。当你没有一个契约精神，没有一个稳定的可以估算的投入跟回收的估算的那个条件平台的时候呢，你永远不知道到了第几次你全部亏了。哎，你懂得草莽，你懂得流氓啊，别人也懂啊。你这一次身份比你大，我赢你，我吃定你了。像子东刚说那句话，我们香港人非常陌生的，搞定他，搞定，搞得定。什么叫搞得定啊？我们要看合约的嘛。好，下一回啊，原来你的身份比我大。我搞你不定了，我前面赚了多少遍啊，全部没有。我告诉你啊，香港不是有某个电视台买卖吗？其中一个重要的股东是台湾的嘛，啊，台湾来的，他后来打官司嘛，跟一个香港股东，就是他讲出来嘛，就发生这种事情。他说啊，我被骗了，为什么被骗呢？那个香港的股东找我去吃饭谈的事情，我去就很奇怪了，我一个人去，怎么他带着律师在旁边？他说我们台湾人谈生意啊，一句就闲话一句嘛，就把它解决掉了。对对对对，那谈定了啊，原来不是那回事啊，原来他代言律师，他另外根据他们谈的东西，那律师就草拟录音记下来，对，草拟条款，草拟了有利于他老板的那个条件。那你说的我不写进去，可是你说的哎，我明明他也同意了，我说了，他说没有证据啊，没有证据啊。只是合约我写在那边哈，所以我意思是说，当你没法来估算的话，你永远不知道你会栽在哪一次里面。其实也是保障你自己啊。对，所以说呢，你看你们香港人呢叫赚钱，我们呢叫抢钱，抢着就抢着，抢不着也很有可能，对吧？对，而且你说像上次周星驰那个跟那个华谊之间，哎，那不就是？就我觉得这个官司太有意思了，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双方通过电邮把这个事情，就是说票房超过某个之上，利润该怎么分，通过电邮都同意了，都确认了。但是到最后，周星驰一方那个代表公司打官司，就是说，哎，但是最后法院呢支持华谊，为什么呢？没有签约。为什么没签约呢？就是大年三十就过年了。这个邮件放在这里，但是说我们这老总呢，他出去度假，他不在，等过完年回来再签，结果就没签这个字。可是呢，当时周星驰这一方的理由就是说，拿出所有的电邮，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个前此的电邮，双方对这件事儿都同意了。可是你这也没用，你都同意了，你在合约上，正式合约上对方没签字，所以最后法院，北京的法院吧，就判这个周星驰这方输嘛。也挺冤的，你说？对，我不晓得，因为可能他传了电邮，对方没有确认，不然的话，电邮不要说电邮啊，手机上面的通讯都可以被承认的，只要我们经过公证，对，是吗？我记得有，假如没有公证这一步哈，他那个有他的法律基础的，可能是没有确认嘛。比方说，我跟你提个条件，你根本还没回我嘛，你过年嘛，所以你可以不同意的嘛。可能是这样吧，我没有研究案情。对对对，这些咱们还是找点这个咱们容易明白的事儿吧。容易明白的事儿呢，就是，哎，有个应该祝贺的，就是这个冯小刚。冯小刚，咱这刚才讲了冯小刚，还讲这个什么华谊，这冯小刚得了这个金马影帝嘛。哎，我给现在就有一个那个叫《穿越时代》的新闻标题，我觉得这里边包含的意思很多，叫做什么呢？今天晚上。正在北京开演唱会的冯小刚导演
在台湾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你说这是不是挺有意思？哎，就两岸三地嘛，你可以看看，可以看看。哎，咱们看一段。还记得年少时。陪我经过那风吹雨开始是无常看层层变化那些被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吧金马奖的大赢家是《刺客聂隐娘》，聂隐娘，对，他那个得了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完了侯孝贤那个心愿。侯孝贤之前两部片子啊，《悲情城市》啊，还有一篇什么好男好女啊，两次最佳导演，但是正好撞到那个时候是《人在纽约》《女人四十》得了最佳片，所以这次他是第一次得金马。我呢做了一个对比，金马是给了《刺客聂隐娘》。香港的金像奖是给了黄金时代，大陆的金鸡奖呢给了狼图腾，但是大赢家是智取威虎山，得了三个奖，最佳张涵予，最佳男主角，对，导演是徐克得了。这个比较之下哈，现在反而是香港台湾的电影节更追求艺术片，大陆的金像奖影响力大弱，你看一般人家都不注意，也不成为一个大新闻。照理说内地的电影市场这么大，现在全球第二，反过来香港的金像奖跟台湾的金马奖受广泛的报道，对啊，而且大陆也受很大的报道，对啊，而且呢更重要的是，本来不是说香港文化沙漠嘛，台湾这个是文化边缘嘛，可是恰恰香港台湾的电影奖追求艺术片，反馈而且引起大陆的这个反过来思考，他们觉得，哎，我们这里怎么没有许鞍华，我们没有这个侯孝贤这样拍电影呢？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哎，你提出的真是很有趣，我也是觉得，按说呢，就是金马奖啊，年年都有人骂，包括咱大陆的，我都听过好几回了。这个，比如说什么，好像巩俐有一年没得啊，也是撂下两句什么话。今年这个《大圣归来》的那个制片，你觉得没人输给了麦兜啊，输给了麦兜，他也大骂一通，就说你们自娱自乐的什么金马奖，对吧？结果反而未获网友支持，网友就是说，哎，我们拿你当个国产动画这个好的起点，您还真拿自个儿当巅峰了，对吧？就是等等，就说，但是尽管你就年年骂呀，很多不满意啊。怎么还就感觉这个金马奖就是透着比那个大陆的比金鸡奖受关注，大陆有什么百花奖、金鸡奖、华表奖，它百花奖、金鸡奖这合起来都叫金鸡百花奖啊，但是隔年一年是百花，一年金鸡，怎么感觉是好像，因为其实这个跟我们前面谈的合约精神是有关系的。你从整个电影产业来看嘛，香港跟台湾电影产业走在中国大陆前面嘛，那走在前面它的现在已经被抛过了，不要说现在嘛，我说一直以来它发展走在前面的意思是说它起步早，一直下来整个产业发展的早，很多方面都确定下来了，包括了什么，包括了那个颁奖评审，所以前面的在产业起来的时候焦点可能放在商业电影里面，后来又不是了，后来就说，哎，你投了多少心力来做这个电影，然后呢每一次的评审呢都是整个 community 整个电影圈啊的人啊的精神的凝聚。你的意思说这个评奖相对比较专业，比较它专业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整个电影行业的参与的人每一年的凝聚聚起来，就是说我们认定来鼓励哪方面的精神，还有公开，像香港跟台湾金马奖哈，评审谁当评审，几票，会议记录，你查得到的，
OK， 你可以争议，可以说哎，我不同意啊，你有偏见。哎，可是任何的评长啊，包括了那个诺贝尔，都有一种叫做专业的偏见啊。我相信任你的专业啊，所以你有偏见，我们接受。所以就跟合约精神是一样的嘛，你可以可信嘛，有 certainty， 有稳定性。我觉得这样，所以说每一年啊，可能有些负面的意见，有些骂，有些什么。可是整体来说，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除了这个《智取威虎山》，在金马奖得了一个最佳视觉效果奖以外，除这个以外，其他所有它里边得奖的片子，要么还没在内地上演，要么票房不过亿。不过亿在大陆就是弱势群体了。啊，山河故人2900万，啊，那个叫什么？那个聂隐娘啊，6000多万，那个捉妖记啊，很多提名，一路陪跑，一个奖。你看那个侯导特别酷嘛，不苟言笑。有的网友就说，当然票房那么低，他能高兴吗？居然这么出现，所以中国内地现在走到了票。